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.2万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36.1万人，打掉涉电话卡、银行卡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1.1万个，封堵涉诈域名网址160万个，劝阻群众免于被骗870万名，累计挽回损失1876亿元。公安部要求要深入推进断卡行动，不间断开展集群打击，捣毁覆盖全国的收犯卡网络，切断两卡向境外输送通道，对相关人员进行常态化惩戒曝光。